他们拐走了。这么色，我就是从小喜欢的那个大娘的女鬼。哥，我给你炖了馆子，快来吃。终于想到我了，先放旁边，等我忙完再吃。行吧，你记得过来睡，老甜了，不要浪费了。好，一定要记得吃哎。知道了。喂，哎，这个登记表格放在那个仓库里啊。行。哎，这里还有拐子啊。是，那曾燕摘的，他说还挺甜的，叔你可以尝一下。好的，我尝一下看一下。哎呀，好吃，这个不能吃。啊？没成熟。这个曾燕。陪我长大的人。曾燕，好了没啊？我不太好，等我回去做饭来。好，快点啊！同学，哎，吃了点。好，等你先帮忙饭啊，不炒菜了。哥，你到底有没有吃这个拐子啊？我都没看见你动，别浪费呀！哦，老板，来尝尝这个拐子嘛，好吃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好吃就多吃一点，走吧。你这妈妈挺爽的样子。不行，他们不能吃啊。怎么不能吃啊？都没说。我就知道啊，那次还给我吃。那下次不放能放吗？这个火别那么大啊。你知道拐子出去了吗？你还让他躲去。我可没有啊，明明是你想坑我，还把阿叔坑了。啊，阿叔也是了。是吧？我出去走一走啊，这里太热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是心肠粉，都是一点不给吃了。对，这也是钢笔。钢笔呀、啊。嗯。这都是硬，你这人家当铜钱是搞好看的。哈哈哈哈哈。那谁也给你。这个上班又该没力，咱睡得了。